现在还掉，啊，应该是他那边才右边，哎，他是逆风起飞了呀。 应该是搞的主席台的正前方起飞，是吧？ 转圈圈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边。 感觉在水上面运行还是比在陆地上困难一些的。 好，已经离开水面了，各位观众可以看，我们飞机已经缓缓地离开了水面，开始正式向蓝天进发。 好，这就是我们跟这个 C929以及运20并称为这个大飞机三兄弟的 AG600 昆农水上飞机。那么在今天它的这个飞行首飞，那么现在正式已经开始了，就已经飞起来了。那么我当时看到它这个滑行的距离和一定位置是什么？我们这个前面滑行的距离大概是在60。保持飞行姿态并控制飞行的角度。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们起飞。
还有简单的啊。在这个湖北荆门的漳河机场，那么这个漳河机场呢，就毗邻着这个毗邻的这个漳河水库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水库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AG600 呢，就是正是在这个漳河水库水面上完成了它的这个首飞。现在飞机已经飞上了蓝天，我现在正在的缓慢呢，在做这一个飞行测试。今天这个。上面不来呀、啊。你是怎么这么清晰的呢？那也算富二代了，相当于是。咱就不是嘛。就那你们当时在这个 AG600 的这个研发设计的。我是怎么拍的这么清晰呢？什么清晰？就是啊，就咱们拍视频的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那调出来是什么模式的吧？没什么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摄像头嘛，快。你就不是学生，没管你个山大的，我连个打个照片，还有个什么别两百。不用提，不用提，陈敏不用提。哎，今天差不多是吧？两百一警察，有问题要求就是要接二十四辆警察。那是保安多，保安，他不是内部的，他都是请的保安公司。看那边前台边下午来的那个海报啊，这些都可以。Thank you.
这就完蛋。飞的高度还是妈的不够，感觉它就接下来大概十米，要是飞行大概20到30秒左右，哎，然后它就会把飞机再拉起来。可以看到，我们AG600飞机状态非常稳定，高速保持着非常平稳，充分体现了飞机的优越的成熟和飞行能力。180到190。10米左右的距离，它如果进入这个积水作业的话，就是出去水的话，它是整个机腹要贴在水面上吗？哎，对，我们积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船底下面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装置，有个积水漏斗，所以这个飞机是要哎就紧贴水面啊，在水面滑行的一个过程。救援飞机在到达现场时，往往需要一个非常慢的速度才能够清楚地了解现场的情况。搞点彩烟拉哈的啊，出发的时候嘛，跟油烟都难看。4到6的不如搞点彩烟拉哈。我估计再转一圈过来就要降落的啊。该主席台那个吗？海上救援确实可以，他开到海里面嘛，停到以后再把人救到以后再开。还可以，这个刚才那个在低空滑行是非常平稳，他说这么的，而且是很慢的那个速度。啊，关键是那不仅是那个都不晓得，关键是它可以降到水里面的。对，它从水里面自己起飞，降落在水里面。你刚才骑在这个水里起飞的时候，距离也非常大，直接就拔起来了。通常情况下，20秒内飞机就能将自己的水箱装满。到达火炬上空后，4秒钟就能够将水全部投下。不仅如此，由于飞机机动灵活的特点，它可以多次取水，对火点进行持续打击。造型精神的，他们那种。好的，我们现场的观众都非常的兴奋，在等待我们 AG600 载誉归来。
你们看到的好像讲过到这个估计要啊漏水了，这是。这个飞行员确实不错，飞得好稳呐、啊，这。首飞肯定是最好的飞行员。爸爸，飞机离水面越来越近。在这过程中，逐渐下滑。上这个降落，这个水上飞行员，他这个嘛，在上面降落安全些的。对对对。随时嘛的那个些了。AG600昆仑飞机在起飞以后是安全的，降落在水上。可以看到它是借助于水滑的良好的水上操纵稳定性和水动灵活性，能够在海上救援搜索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我停下来了吗？AG600取得今天的成绩，离不开各级政府、社会各界和行业内外单位这一项研究的大力支持，更是三言三句三训团队奋力拼搏的结果。让我们再一次为大家的努力与付出表示歉意。还没过来啊？还没过来哟。哎，他要，他想跟上来吧，上来。到底是来那个地方来，还要来那个，还要来报告的。象征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业，是我国通用航空产业的一个里程碑。哇，讲得好。也是航空人向建国69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别献礼。
这主意可以走啊。 AG600
上是采用四个涡桨。过去了，好的，飞行员，看向我们招手。好，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采用涡扇发动机的。飞行员，淘汰一下，好吗？